今天现在是早上9点，然后今天呢又去蓝山，然后搭车去蓝山，去附近的一个寺庙还愿。那个寺庙叫做崇林寺，没发声。对，然后这是我今天的麦，这个狐狸很可爱吧，两只蹄子呢，很热，所以要戴帽子。大概就是这样，那我们等等见，我播完。现在要走这个楼梯上去，嗨大家，我到蓝山了，巴士超快，然后现在已经没有在下雨，我现在打算去吃早餐兼午餐。我觉得刚才那个崇林寺啊，它很不错。不过因为里面都没办法摄影，所以我就没有拍摄。朦胧的蓝山好美哟，大家看得到吗？超美的。蓝山商店街。我想说要去吃这边很有名的豆腐料理。吃完这个，我想要吃我朋友推荐的丸子店。我还想去喝一家咖啡，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做这么多事。这家店，豆腐料理。哦，好厉害哦！那是鱼把汤耶。这看起来很好吃。还是其他的 menu。超快，不到5分钟就上了。这个是汤叶，叫什么？豆皮冻饭、卷饼，这还是芝麻豆腐吗？然后豆腐掉了。这个就是我心口，就是可以沾在上面。然后这应该是味噌汤，我猜豆腐味噌汤。哇！
这个层次豆皮，一层一层的，就是刚才店员在用的这样子，用手一层一层的，好厉害哦，这个层次。这个绝饼太好吃了，它好像可以外带耶，可以外带给我爸妈。葱蒜小小的，超好吃。就是有些绝饼会很硬嘛，它这个软硬适中 ，QQ 的，然后那个黄豆粉就很好吃，那就是手工黄豆粉，超赞。觉得很好吃哎，它最好吃的我觉得是那个绝饼。但他说今天那个绝饼外带没有了，真的很好吃哎！到了，猴子，不要跟猴子对看太久。不要碰猴子，不要喂他们吃东西。550块。好的。すごい。超漂亮的。猴子。按错了。抓毛，哈哈，干嘛？抓屁！大家没有看到小鹿，它在找妈妈。
这个路有点滑，所以我要赶快录一录。我刚才看到很多小鹿斑比耶，妈妈跟小孩，但妈妈现在不见了，小孩在找妈妈。然后大家来的时候，这个要爬到山顶，大概要爬20分钟。今天因为有点下雨，所以有点滑呢。对。爬山之旅。刚刚遇到日本人就说，哈，爬到山顶实在是太累了吧。但那些猴子真的很可爱，他们真的都是野生。我要下山了，等等说，拜拜。啊，我下山了、啊。大家有没有觉得下山都比上山还要快？我下山感觉只有10分钟。我很推荐大家去那个猴子山呢，不是猴子山，就是山顶都是猴子，然后还有很多野生动物，而且重点是可以俯瞰蓝山，我觉得超漂亮的。对，然后今天真的平时真的是没什么人，我现在。整个在喷汗中，我想要去喝咖啡，或者是一些清爽的饮料。我们这边拍也是很美耶，竹子做的吸管，不用走10分钟，5分钟就到了。这小镜真的是百看不厌耶。穿浴衣的人超漂亮，太搭了吧！我朋友推荐的，想说来吃吃看，我不知道我吃不吃得下这么多团子，好可爱哟！之后再上字幕。它的抹茶蛋糕没有很甜，超好吃。然后它的，我喝它的冰抹茶去冰，很好喝，就是也没有很甜。惊艳，推荐给大家。我去完咖啡厅就放晴了耶，这家非常推荐给大家，而且真的是
没有很甜，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吃甜食嘛。但是它的那个蛋糕卷真的不会，那个抹茶是真的是苦的那种抹茶，我觉得很好吃，赞。然后它那个抹茶也很好喝。要准备跟我朋友去吃晚餐喽！晚安。哎，六百九十七九。哎呀，大伯在吗？大伯在吗？可以。哦，我翻的非常可怕。嗯。超软的。我最喜欢吃。它很不远，很可爱。嗯。嗯。很好吃耶。嗯，很 Q， 好漂亮哦。So hard.